赛重新恢复进行。林昭抓第一个球出手，打在了右半边，安打出现。所以林昭也要小心，没错，毕竟有陈飞廉前车之鉴，点下去，王伟忠转身传往一垒，也是蛮扎实的助攻，琼杰把自己的队友送上得分位置，牺牲触及。个人连续三场比赛有安打，这一球打到是在左半边，最后在左外手林兆成面前落地。这个半局安打再出现，满球数，王王对决，垒上跑者启动。哎，这应该就是四坏就保送了，因为近垒位置比较高。嗯。这球很扎实，打在了右半边，直接贯穿了二垒防线，而且球一路往全打墙边滚。现在魔音就要过了二垒，他也要来到三垒上面，将金垒绝对不成问题。魔音三垒长打两分打点，哇，这一棒精彩啊！没错，这主要是后面看魔音在跑三垒的这个动作，非常的逗趣。现在换林凯威，必须要来救火了。38场的初赛。防御率是5.86，每局被上垒率是1.47。两好两坏，林凯威对上杜佳明，变化球三振。推到的是在左半边，刘建宏接球之后，点步数字传往一垒刺杀出局。不过在这个半局，再度靠着2、3、4棒的攻势，最重要的是魔音打出一发三垒长打，一口气清垒，也为球队堆起了一个大局。现在5上结束，拉开了5-2的领先。